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士林夜市吗？没错，还记得当年舌尖上台湾吗？渊博的这边有57家还是61家摊位哦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好吃的台湾味，好吃的台湾味，独特酱料，哪里都有鱿鱼。台湾的一些酱料是不同的，绝对是跟国内吃到的不一样的味道。真的，我们的酱料，来，你要不要吃一支？我请你吃一支。我给微辣，然后加我们的酱料，绝对一级棒。小哥哥，我想要一份芒果刨冰。那我就拿给你吧。哇，好棒，谢谢。啊，这上面是什么？那个小馒头，旺仔小馒头，真的是彩色的。他说有买，我要去买，买个100根，羡慕死你们。走，我们去一起品尝吧。哦，那小馒头配刨冰。我猜你是不会吃过，反正我是没吃过，我觉得特别棒。然后呢，我要吃这边大颗的芒果，芒果很大哎，甜的，哇，香草口味，又甜了一次，可咋办？我还是要恋爱了。前面小哥特地送过来的是这个鱿鱼，这个总比我的脸大了吧？这个没有我的脸大，随便怎么说，它肯定比我的脸大，它遮住我的脸了，看不见我，好吧？它这个很特别，它是特地的台湾的沙茶酱，会吃的人都知道，墨鱼须真是精髓，好吗？不老的时候一起吃的怎么办？